从冇到有，靠一双手。欣杰，你系连接我哋屋企同世界嘅声音，我想为佢起一条桥，将世界拉近，最甜蜜嘅责任。好似你咁，父母系聋哑人士，而你听同讲都系健全嘅，都叫高达。我想令佢闪闪发光。德国宝迈向50周年智能家电家私橱柜呈现闪亮的西瓜，5月27号晚8:30，Feel TV。